好了，现在知道是他了哈。哦，确实是。好的，我们让前几天不认识，现在认识了。你好，你好。好，我们让那个谭健次老师来给我们粉丝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健次，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在多余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欢迎欢迎，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唐唐。哎，那个多多来呢，我们有我们直播间有一个特别的那个欢迎仪式。嗯，你往前面站。我往前面站。阿姨哈，我们来欢迎一下呢，用我们就是我们直播间独有的一个欢迎的方式，也比较紧张哈，你不要紧张哈。栏目就你知道怎么来的哈。怎么像做某种仪式一样的，好吓人啊！我会不会感觉我的背后有点发凉？来吧，阿姨，我们开始啊！我们拍66下，就寓意着呢，祝这个谭健次呢，他就是66大顺，顺顺利利，事业一帆风顺，好不好？好好。好，来，我们准备开始，预备起！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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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下了？多少下了？你不说。16下，16下，来16，我数数，我数数，你说欢迎哈，来呗，起。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55 56天哪，我都干卡了。我觉得阿姨也挺不容易的。阿姨不容易哈，所以我们这干这行哈，不仅仅那个费嘴皮子，这手也疼。嗯，欢迎欢迎，谢谢谢谢谢谢，欢迎欢迎。就是你知道吗，阿姨，今天那个谭老师来呢，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煮粉的高手。对，哦，嗯，他我听说阿姨也是煮粉高手。对，他也是煮粉高手。我们阿姨哈，他就是最厉害的一个记录，就是把人数哈从这个5万人煮到16万。煮十哦，我以为是煮给16万人吃。没有没有，怎么可能？阿姨可能煮这个是5天5夜不睡觉，这16万人也煮不够。那我估计，你觉得今天有可能吗？试试吧，试试哈，试试。咱们今天试一试哈，我们今天就看就是阿姨跟我们的那个健次，谁煮粉呢更厉害？哎，听说你小名叫多多是吧？对啊，他们今天那个直播间一直在讲说，我们是让我叫你多多。那多多，我们两个的如果是要有一个组合的话，叫什么？多多多余，真多余，不是？多余多余，多多多多，真多余。欢迎欢迎啊！来吧，我们今天呢，阿姨，你想好要今天要怎么跟他来煮粉了吗？有什么样的，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必杀技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小心思来赢取这场比赛？嗯，反正我会煮粉。你会煮粉，要不我们先做吧，胜在经验。要不我们先做吧，好啊，嗯，谭老师做一下。哦，谢谢谢谢。阿姨好客气哦。阿姨，你平时为什么不这样对我呢？我感觉阿姨今天是巨客气。谭老师你坐，谭老师，阿姨坐坐坐。来吧，我们看着这个提词器，没有，开玩笑，就是因为知道你是那个广西人嘛，嗯，就像比如说我呢。回家我就会就是放飞自我，就是把我那你知道我的那个视频吗？好嗨啊！就我回家就会讲那个方言，但其实广西呢，在我的那个印象里面，就是大家都说那种表妹回来了，表哥，你那边是这样？我们其实讲的是有点偏广东话，白话。白话。对，广西北海。如果你说家乡话是什么样子的？吃饭了没有？你吃饭没？哦，是这个样子。对，就有点像广东话。啊、对。哦，你们那边还不一样、啊。比如说，人类快乐螺蛳粉就是对，人类快乐螺蛳粉。哦，是这个样子。你说这个螺蛳粉里面加了炸弹，怎么说？这家螺蛳粉里面加了炸弹。炸弹。哦，是这样的。听起来像加了炸弹。哎、说广西话的，谭健次，别有一番风味。是的。你平时也会自己在家煮螺蛳粉吗？何止自己在家煮，就是任何地方，我觉得就是剧组啊，家里啊，你把这个带到剧组去，对啊，户外啊，任何地方我都会带着，就别人受得了吗？
有的你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就会受不了，你遇不到那种志同道合的人，别人就会嫌弃你，是吧？对。那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个人类快乐螺蛳粉这个品牌？因为我代言了。那这个不是，就是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人类快乐螺蛳粉？这样说，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很，因为真的喜欢吃螺蛳粉的人，其实我相信都会喜欢吃，都是重口味啊。人类快乐呢，我觉得它的首先口味上就很重，然后而且它最近新加的这个炸弹对，其实是真的是螺蛳粉里面灵魂的精华，是吧？就是螺蛳粉里面周边的灵魂啊，就是怎么讲，没有炸弹的螺蛳粉，我觉得真的是缺少了一点灵魂。就如果你在广西的时候，你们吃螺蛳粉就是一定会在往里面加炸弹。对，但其实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吃螺蛳粉里面还没有炸弹，但我忘了是在我哪几岁的时候，突然间里面就多了一个灵魂的炸弹，让人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就每次点螺蛳粉都要点加一个炸弹。哦，这个变成螺蛳粉的一种灵魂了。因为它那个炸弹，它通过在那个汤料里面，它会吸很多那个螺蛳汤进去，然后你边讲，你边在吐口水。然后它那个你放到嘴里面，那个炸弹就会一下爆汤，在嘴里面爆汤，就很香。哦，是这个意思是吧？你别说啊，我虽然我今天卖，我们要卖这个东西，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没吃过。一会儿我要好好的，就是尝一尝到底是长什么样一个味道，好吧？好呀好呀。然后今天呢，我觉得这我们的品牌方呢，因为我们的那个多多来到我们直播间，他给到的这个，说实话啊，这个机制非常给力。我们到手是5包这个人类快乐的那个螺蛳粉啊，加炸弹的这个螺蛳粉呢，然后呢是这样的，就它里面还会有周边，其实刚刚我已经给大家说了嘛，一个这个手机支架，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手提袋，好吧？你没来过我们直播间，但是我们直播间是这样的，我们要自己去上链接，要不我教你一下？上链接我知道啊，你知道。你这个我很在行，怎么说吗？我经常在直播间里面上链接。321上链接。321上链接。不是，不是的，是我们直播间不喊的。不喊啊。我们直播间要你自己来拿鼠标点，你没看到这有个鼠标吗？你要点这个地方，然后呢是点这个，你用一下，就点这个地方，对，第一个，对，点开，对，这个，点开，然后点那个讲解，对，讲解，对，那个阿姨给那个键子指一下。哦，有一天，我没想到有一天，阿姨叫我玩电脑。阿姨，你快教教我。关键是你知道吗？我刚刚跟她说，我说阿姨，你教键子点一下。阿姨说，那个，阿姨好像也没学会。就这那个地方看到没有？那个往下，再往下，对，这个地方，哦，对，点讲解。点。好，姐妹们，我们那个多多已经给大家把那个螺蛳粉已经上好了。哦，我已经上完链接了。已经上好了，对，这个就是上链接。哦，这么悄无声息的上链接啊？对，我们直播间就是这样的。哦，我们直播间不是不喊的，你可能平时看到那种直播间上来3上链接没了啊，又没货了，今天这还有300单没了又没了，就是这样喊的。哦，我们直播间不喊，不喊，我们就是，哎，就不说话，就不说话，我们就一点上去，沉默的上，对他们自己买。好，然后我告诉大家哦，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今天呢，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配方，因为有多多的这个人形的这个手机支架，还有一个手提袋，只有5000单，就是前5000单的朋友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配赠啊，比如说手机支架跟这个东西，好吧，其他的是没有的，5000单没了也不喊，也不喊，现在还有最后3000单，2000单没了，就你上这一下2000单没了，哇，你们都不喊的，不喊的，我都想喊现在，你就咋喊，还没了，没了，还有3000单没有了啊，要这样喊没有。我们不喊不喊，还有最后3000单哈，姐妹们，你平时会带着这个东西去，比如说野营啊什么的，露营啊什么的，露营也会。我觉得，只要是可以吃饭的地方，我觉得都要带着，以备不时之需。那你真的是很喜欢吃螺蛳粉哎？我喜欢吃螺蛳粉，都知道啊，是吗？我就超爱的，就是我以前3天不吃浑身难受，是吧？我现在这个症状好一些了，现在4-5天都可以。哦，所以说如果哈。你们如果有跟谭健次一样喜欢出去露营的朋友，宝贝们，这个东西我觉得太实用了。首先你背着这个东西，你可以背一点随身的东西，对吧？你看到没有，后面这个呢是谭健次的一个卡通人偶的形象，说白了哈，你就是背着这个谭健次的，你想去哪里哈去哪里，哎，你走到哪里你就把它背到哪里去，哎，你上班都可以，哎，别说露营了，对吧？房间里
他陪着你，对吧？外面陪着你，公司陪着你，想走到哪可以到哪，哎，是这个样子的啊。可以背点什么，电脑啊什么的。阿姨，如果送给你，背什么？这个包是送给我呀。嗯。哎呦，这个很好看呀。很好看。阿姨会背啥？我也背着。买菜，买菜，买菜，买菜也挺实用。对。对，买菜，还有再买点吃的。买点吃的哈，嗯，对，就是很实用嘛哈，嗯，包包呢给大家会配一个，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手机支架呢也会给大家准备，就是说白了啊，现在很多朋友会看那个谭老师的一个那个叫什么，你的新剧叫什么来着？我的新剧，嗯，播的还是没播的？就是播的没播的都行啊，没播的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嗯，也不是马上啊，我先不画饼，嗯，就是有可能不是即将会跟大家见面的，嗯。一个两个剧，一个是《长相思》，还有一个是《很想很想你》啊。哦，对，马上这个剧要上了，对吧？上了以后呢，哎，你就可以让那个谭健次给你拿着手机，哎，咱们把这个双手呢，哎，轻松，哦，放下来，哎，让我们的多多帮你拿，举着手机，你只管放心的追剧就好了。对，是吧？有道理，有道理。嗯，来，姐妹们，所有宝贝们听好了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看好了，还有最后800单、5000单就没了，就所有我们的这个配赠说，就没有了。你品牌方在吗？品方才准备5000单，真是的，你是瞧不起谁呀？真的，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啊！还有最后的600单，好吗？我们这个时候这样吧，我们让阿姨跟我们的健次来一起煮个粉，好不好？嗯，我们来煮个粉吧。嗯，来吧。我们是直接煮还是要炸蛋？先煮哈，来吧，我们先煮粉吧。来吧，水在哪？然后我给你们倒好水，这个是一个鸳鸯锅，这样呢就可以。阿姨，你煮过螺蛳粉吗？我煮过呀，煮过，我肯定没有你煮的好啊。哎，那可不见得，对吧？您都煮16万人了，我。阿姨真巨客气，我从来没见阿姨那么客气过。来吧，水给你们准备好了。水是不是不一般多呀？这边少一些，这边多一些。阿姨好严谨，阿姨觉得我这边的水少。那我们再拿一点水来吧。阿姨好，阿姨想赢哈，阿姨好想赢，但是她想赢得公平一些。来吧，我们直接撕开呗。好，阿姨来吧，给我这包，我给你撕开了。嗯，先煮粉。嗯，所以你经常自己煮？我经常自己煮。我以为你不会做饭。我会做饭，但是会的不多，嗯，不多啊。但是煮螺蛳粉还是 OK 的。是不是每一个广西人就是？必备的一个技能是煮螺蛳粉，我觉得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上次我通过人类快乐，我 get 到了一种新吃法，是吧？叫炒螺蛳粉，炒螺蛳粉，对，也超级好吃。所以说用这个可以炒，可以炒，对，而且我不但自己煮，嗯，我还在剧组给小伙伴们煮，给同事们煮。哦，天哪，那太好了。对，所以跟我。在拍过戏的都吃过我煮的螺蛳粉，是吗？那真好，那跟着你就有螺蛳粉吃。对，那挺好的。来吧，这个就交给你了啊。那现在这个水还没有开，嗯，还得等。就是这个你们煮螺蛳粉都是要冷水先下锅，还是说要热的水先下锅？我一般都是冷水直接下锅，嗯，然后等到它开了以后，慢慢的让它那个粉软掉。哦，我还以为我每次都煮错的，阿姨。我们经常那种烧开水了才丢进去。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阿姨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你都没问他，就说他不知道。就是煮完的螺蛳粉以后，最好是放到冷水里泡一泡。哦，这样有什么作用呢？它会让这个粉更筋道。哦，不然它就是软绵绵的。那我们每次阿姨，我们两个煮完就拿个碗拎出来，然后就直接就丢进去了。咱们弄错了。我们弄错了，没关系，我们这次就学到了呀。对，以后就是煮完螺蛳粉，可以把那个煮软的螺蛳粉放到冷水里泡一泡。哦，这样再去煮它的那个汤料，嗯，汤料最好是另起一锅再煮。哦，如果你不要用那个煮粉的那个水来煮，哦，就我重新弄水，然后把这个汤料煮好，对对对，然后再把这个粉倒进去。哎，我们有时候我们经常啊就是这样将就这个汤，又把这个倒进去。哦，那就是比较粗糙的。粗糙，对，我们就没不太在乎这个问题。对对对。那下次我们记住了，阿姨哈。嗯。哎，像你，我有个那个好奇的，你平时私底下喜欢什么运动？私底下运动啊？嗯。打羽毛球，打羽毛球，你会打羽毛球啊？滑雪，滑雪，对，就滑雪难吗？滑雪还挺难的，挺难的。你滑单板、双板？单板。哦。然后最近呢，也是刚刚也学会冲浪。冲浪？对。
就微博吗？微博对。我也很想去，但是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就我很想就是尝试一下那个单板，但是你说是滑雪是吗？滑雪对，可以啊。但是那个我听说摔起来挺疼的。挺疼的，但冲浪可以不疼。冲浪摔的不疼，但是要被呛啊。是吗？你也不会游泳啊？我会，但是我也不会被呛。我有点那种就是深水恐惧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如果在那个大海中间，我感觉掉下去，我感觉总有人觉得，我总觉得有人在底下会拉我。哦。其实你有会穿救生衣啊，穿救生衣会穿救生衣，我会游泳，我也不会在很深的海里面是吧冲浪，但我就一见不到底，我就会有点慌。哎，我听说你养宠物是吗？对啊，我刚刚开始，我去年十月份，才开始养。养狗？对，两只小狗。我们家有四只。哇，你是动物园？对，我家四只狗，有两只猫，然后呢，四只有三只是泰迪，一只是那个比熊。然后有两只猫，我不能再养了，我就疯了。我们这个不能，坚决不能再养猫，再养那个宠物了。再养不行，你看5000单卖完了，5000单卖完了，那后面的粉丝都没有那些那个了，是吧？就没有那个。那就大家请自便吧。确实，阿姨还在帮我煮，阿姨帮你煮哈，阿姨好好。我就帮你反饭。阿姨，你不知道我们在比赛。对，这个不算，这个不算，这个煮粉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们那个后面的那个吧，我们后面比如说怎么加料啊，弄那些你们再来搞，好吧？好。你们家狗，你是怎么了？咋啦？哦，5000单以后也是有的是吗？也是有的，只不过5000单以后的是预售15天，宝贝们啊，预售15天，这个真的很好吃，一会儿。那个多多给大家煮了以后，你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汤呢非常的鲜。首先它是用那个猪骨跟着那个叫什么石螺新鲜熬制而成的。对，而且这个汤我确实研究过螺蛳粉啊，所以这个汤我记得是要熬很久的，熬很久是吧？对，它能熬出那个味道啊。像如果真的开实体店的人，他们都一般通常都要凌晨就爬起来熬这个汤，是吧？熬到早上才能卖。它确实就是当地螺蛳粉，以前我不懂哈，它真的是要用石螺跟着汤一起熬，就是对田螺，然后跟猪骨，然后还有各种的大料，放在一起熬，熬很久很久，才能熬出那个大家一喝就会觉得很鲜的汤。其实它就靠这个汤嘛，对吧？对，因为还有里面还有当然还有酸笋啊，对对对，调料配在一起，是包括那个辣椒油，对，包括炸蛋，但是它这个。我觉得汤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这个汤不好的话，你再怎么配我觉得都不好吃。是的是的，汤料是非常重要。但是人类快乐的这个汤真的很鲜，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一定要买回去尝一尝。对，它这个汤你是能吃得出那种用石螺熬出来的那种鲜味，螺味，对，那种螺味，对对对啊，这个说的比较那个确切一点，是那种螺味啊。姐妹们，那个如果哈大家觉得这个是我们是5包的这个机制会比较的那个太多了的话哈，我们有那个3包的一个机制，是吗，萌萌？3包我们到手是39.99，对吗？完了，啥都不清楚。你看我们直播间啥都不清楚，在那乱讲。啊？哦，37.9，对不起，37.9到手是3包啊，也是炸弹螺蛳粉，是吗？对，炸弹螺蛳粉，就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啊，今天我说实话，我从来吃他家我都是吃的那个经典的。我今天看到这个有个炸弹的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太神奇了，这个事情。就你知道吗，如果你去吃一碗螺蛳粉啊，你再去现炸鸡蛋，其实说实话你煮螺蛳粉你本来就是图个方便，你还去炸个鸡蛋确实有点麻烦。是的啊，有点麻烦，但是呢它这个给你整个就是把它这个炸蛋给你做好了，你吃的时候快要做好的时候快要出锅的时候放进去吸吸汤就可以了。对，我第一次因为他们之前在我也有在给我试嘛，然后我一看，我说有炸弹了，现在螺蛳粉都进化成这样了，是这个样子，打开就是这个样子，对，打开就是这样的，哦，我当时好兴奋的，我给大家看一眼哈，这个炸弹，而且它这个炸弹呢，做的这个工艺非常的特殊，它就做到让你更好的去吸这个螺蛳粉里面这个汤，就非常棒，这个，对，所以这个很巧妙哈，对，非常的巧妙，因为腐竹嘛，已经大家都觉得好像对那个腐竹，已经是。觉得那个可以吸汤，可以已经很好吃了。它再配上这个炸蛋，就是真的那个歪歪什么那个了啊！它真的是，它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料太多了，料太多哈。你看我们都这个放出来准确吗？你看1、2、3、4、5、6，这还没有腐竹哎，还没腐竹7，然后再加那个腐竹在这，啥意思啊？
别的有点低，所以说我把它弄响一点，换一个响一点的。嗯，咱们换一个麦，来吧。我们就是到你看六包料，七包料，还加炸弹，对吧？加炸弹就八包料，光是配料都有八包。嗯，所以说它吃起来就口感非常的丰富。它不仅仅就是说你像普通那种螺蛳粉一样的，你吃螺蛳粉就是很简很单一的味道。首先它汤料就做得非常好，哎，很地道。就是这个螺蛳粉哈，你吃起来跟你那个你比如说你回广西哈，嗯，那边的味道有什么差别呢？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宝贝们，一个地地道道的广西人给你们告诉你们，人类快乐炸弹螺蛳粉跟他们广西的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嗯，都是同样的那种熬汤的这种过程啊，加上它一样的配料，所以说你吃起来就像吃到一碗当地的螺蛳粉一样。是的，嗯，任何地方都可以吃到，对，任何地方，对，你只要有，你只要能插电，你只要有锅，你就可以煮一碗地地道道的螺蛳粉。是的，宝贝们，你说好瘦啊。他确实瘦，我看电视上的你跟现实生活你，我感觉像两个人。是吗？嗯，我现在我感觉我还胖了一些。你还胖了？因为过完年了嘛。我觉得他本人哈，就是脸比电视上还瘦一圈。实话，嗯，今天看到人，我说你怎么那么瘦？哎，吃螺蛳粉就是这样的了。吃螺蛳粉就这样的。哇，这人类快乐哈真会找。对，就是吃完既快乐又不胖。是是是。我们这个煮了多久了？差不多了，可以了吗？没到时间吧。看一下，这是你专业的，还有一点点硬，还有一点硬哈，再煮一会儿吧。但是我觉得也 OK 啊。嗯，也 OK 吗？就是如果你喜欢吃硬一点的话，嗯，我觉得也是 OK 的。我是不太喜欢吃那种太软的。对，太软都不好吃。嗯，你阿姨，谭老师在帮你翻那个弄粉哦。看一下，我谢谢谭老师了，谢谢了。哎，阿姨，不，不客气，不客气，阿姨。你之前有看过我们直播吗？没时间在拍戏。对，我很少看直播，对。但是我知道你。你知道吗？对，我知道你，我看过你的短视频，短视频是吧？行，谢谢，我也谢谢，我也谢谢，我也谢谢谭老师。我觉得差不多了吧，嗯，差不多了哈，是吧？行，那我们那就盛出来，捞出来，我来吧，我来，嗯，阿姨，我来吧，妈妈，不，你弄你那边嘛，我帮谭老师弄。哦，我弄我这边，我们在两边会比较方便一些。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这个要放到这个冷水里面先冰一下，对，让它劲道一点。嗯，它其实泡冷水它也会慢慢发的，嗯，它不会说泡完冷水的不。不软或者不发，嗯，哦，它泡冷水也会发，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会慢变软一点。把这关掉吧。嗯，关吧。阿姨，哎，你看谭健次，跟电视上有什么不一样？其实阿姨你知道吗？嗯，她昨天哈，她去。我们讲完你以后，他就去恶补。他今天跑来跟我说，他说，看你那个是什么画什么，你给他说一下，你讲一下他那个列罪图鉴里面。我之前我不认识你，我就昨天他们说你嘛，我就他就还是我们在直播间的一个女孩告诉我，你那个在那个啥哪个剧里面演的呀？我那个。演画师，哎，对，演画师，嗯，原来那个画画的老师，画画师，对，就是，对对对，是的。然后呢，阿姨就去看，她今天就跑来特别激动，跟我聊。阿姨看了是吗？嗯，我下了班，我假装看的。阿姨有做功课，你看看。阿姨做功课，阿姨说，她今天来哈，她讲，虽然我大概我是没有听懂，但是呢。阿姨讲那个，她说：“哎呀，她那个呀，她就是去画画呀，她那个什么是多岁又画成了多少岁。啊”阿姨在讲，我说啊，在一起煮吗？炸蛋，我们先炸蛋吧。哦，这个我没干过这个事儿。你没炸过蛋？我没炸过蛋。萌萌要那么多油啊？炸嘛。啊？你确定？
要开火吗？要开吧，要开吧。我以为它油是已经是热的。你是真没炸过？没炸过蛋。不是我，你知道我以为炸蛋是什么？我以为炸蛋是煎蛋。不是不是，它是嘣，就是直接全部就把这个打好的蛋倒进去、啊。对对对。妈呀，这个怕是要翻车吧？啊，这个怕是要翻车吧？但是炸蛋很难吗？嗯，炸蛋，我说实话我也没炸过。它要油温几成热才可以炸？对呀、啊、对呀、啊。嗯，几成？七成吧，七成七成。七成，天哪，我们好业余啊！我们在这，阿姨不知道吗？我炸，我看我看阿姨搅蛋的这个样子还，还估计还没有我熟练。对呀、啊，嗯，我也这个我也没炸过。阿姨估计是，阿姨做主播时间长了，业务生疏。做主播久了哈，嗯、生活忘记了啊。阿姨说没想到这，阿姨说没想到让我炸蛋那是另外的价钱。嗯，可以了吧？可以倒进去了吗？是怎么说？要直接倒啊？谁先？我先吧。我先给你打个样，好吗？好好好。阿姨，你帮我，那个搂要那搂着吗？我、哦、不用直接倒啊。直接倒，搂啊？是这样的吗，姐妹们？哦。怎么都开了？对对，炸蛋就是要。然后呢？哎，别别，阿姨，阿姨拿个弄勺来弄。这个我也没炸过哎。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呀！对，哦，你们那边是这样，但你看我们炸蛋，它都是变成这样的形状了。烦吗？我特别想知道人类快乐螺蛳粉是怎么把那个蛋做那么圆的。它是有，好像是有它的一个技术在。哦，有，还有这个。嗯，用到身上。萌萌，你人生巅峰了。萌萌亲手给谭健次带了那个围裙。围裙。你走不出这栋大楼，你今天开玩笑，开玩笑。可以了吗？可以了吧？应该可以了吧？啊，就这样吗？可以了。你们那边也是这样的炸蛋？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嗯，你会再炸焦一点。再夹焦一点。那你来。我来试一下啊。嗯。你小心点。哎呀，我这怎么炸成油条了呢？快给它塑一下形，塑一下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不能翻车，我们直播间坚决不能翻车。不翻车，可以的，可以，可以的。那炸一会儿就好了。哦，原来是这样炸蛋啊！我的妈呀，我也是才知道，我以为一直以为是煎蛋。煎蛋就很没劲了。对呀、啊，我说他们今天说白，说实话哈，他们今天讲的说谭健次来的时候，他说他不一定会煎炸蛋，我说不会。没炸过，我说天哪，连炸蛋都不会，我原来才知道，我原来是这样炸、啊，我以为是煎蛋，你知道吗？我心想说，连个煎蛋都不会吗？不太可能吧。没事，我觉得油温它好像是太烫了。对，就直接用这个余温来炸就好了。嗯、行，那你还是有点经验的，我觉得。对，就做饭上面哈。因为我上一部戏演的是一个，也是一个大厨。大厨。对，所以我还学了点做饭。其实做演员还是挺爽的哈，对，你可以体验不同的职业，嗯，真好。这个还要炸吗？我用糊了吧？不会，不会哈。我觉得不会。好，可以了，可以了。好吧，我们把这个放旁边。放到哪？放这儿。啊，这是谭老师炸的，来，粉丝先吃，来张嘴直接烫油，直接吃，来，开玩笑，开玩笑。哎，我今天为什么说了好多遍开玩笑？我平时不那么客气的，我平时跟他们都不那么客气的。今天也来哈。平枪。倒多少水？这个鸳鸯锅，我说实话，我有点卡不住它的。你来，你确定？我确定。行。哎，阿姨要不要自己来？这样显得我没事，没关系、啊，你给他少倒点，让他翻车。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差不多这些就够了。够了吗？对，因为我喜欢重口味。哦，你喜欢重口味一点。阿姨，你喜欢重口一点吗？你要不要再加点？再加吗？就是看你自己。这个是，那个多多他想就是少一点水，他想吃重口一点。哎，这是开了。这是关了。再加一点行。
妈呀，这电磁炉罢工了。电磁炉不卖吧？不卖。能不能赶紧换个电磁炉来萌萌？啊，可以了，可以了。求萌萌给让搁上面给弹钢琴里头。说。弹钢琴。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好吧。对，行，好吧。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来煮哈，把这个。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可以等水开了。哦，要等水开了哈，这个时候要等一下。那个水去开，水开了，我们再把那个料放进去，我们再煮啊。我们直播间是乱搞的，我们平时我们就是冷水，把这些汤料包全部丢进去，然后直接开始煮。哦，平常你们也煮过？对，也煮。我们今天才真正的哈，知道这个螺蛳粉它怎么样去煮。其实我觉得怎么样煮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什么，嗯，对，只是根据个人的习惯。嗯，但是呢，就这个螺蛳粉真的，你哪怕你冷水你乱搞都好吃。对对对对对，就是随便怎么弄都好吃。你就是生吃它也没毛病，生吃但是有点过分，这太硬了哈。姐妹们，我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人类快乐的炸蛋螺蛳粉呢，现在我告诉大家已经6000单没有了，有没有还想要的宝贝？嗯，因为我们总的是上了7000单，哦，对吗？你看6407，哇，我们直播间都是这样的，不会就是谎报，6万单没了，没，6000都不敢，6400多单了。就你刚刚一喊就不是3000没了吗？还有最后600单到手是人类快乐的这个炸蛋螺蛳粉1包2包，然后总共是5包，然后呢接下来可能要等15天的预售。为什么呢？那个多多的这个手机支架呢会在这个后面的弄好了再上，对吗？是这个意思吧？我没有说错哈，说错我自己不贴钱的哦。那个袋子呢，那个包呢，阿姨背哪去了？背去买菜了，背去买菜了。阿姨悄悄给他藏起来。对呀，我怕你们给我拿走了。对，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这个手提袋啊，加上这个手机支架，会在那个15天内，然后陆续的给大家去发货，好吧？嗯。我们接下来要说什么？啊？嗯。哦，水开了，水开了啊，水开了，行。那我一般我连放这个是有顺序的啊，我会先放这个三绝螺丝汤。三绝螺丝汤，先把底料给。哎呀，你先放的，我也先放的。阿姨在旁边偷师学艺，然后就让他煮。哎呦，阿姨，别慌，别急，别急呀。你是不是看那个剧里面他那个样子有点凶，你就害怕？啊，我剧里面不凶。他怕你把他那个80岁样子给他画出来。好多学生样的东西写的有点低谷哈，有点害怕。对呀，啊，对呀，啊。给我吧。嗯，谢谢。他们上面写的这个哈，说让我问你，就是嗯。你平时演戏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也进过剧组嘛。嗯。啊，这个直接丢进去煮呀。我就煮了。啊，腐竹要丢进去煮的吗？我们都是吃脆的，平时。我就直接煮啊。嗯。对，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吃法，但是它的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自己 DIY 嘛。嗯。哦，原来没有人说你是错的。对，我们刚好看一下，阿姨，我们的腐竹最后放哈。好。好。剧组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剧组里面煮螺蛳粉啊。嗯，煮螺蛳粉。就是我有一次，嗯，就是我平常我们都会在房车上煮嘛。房车上。对，然后有一次呢。房车还能用吗？基本上煮完之后就用不太了了。嗯。有一次就是我们那天在棚里拍。我来。然后那个车也停在棚里。嗯。然后我就在那个还是在房车上煮。嗯。煮完以后就整个棚都是味道，然后。然后后来就剧组就明令禁止我在片场再煮螺蛳粉，我只能在室外的地方才可以煮，是吧？以后就抬一个锅，然后到那个室外那儿，对，蹲着蹲在那儿煮，嗯，这个就哎，我的这边就 OK 了，等一会儿直接就上粉。这个是哪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哈，我们先放这边来，阿姨，来上粉，那我直接放进去，不用，啊，直接放在这就行，放这里面，对。直接放到这个碗里就行了。哦，这样啊！阿姨又开始偷师学艺了，什么意思？我没懂哎。
放在这里面。我的也这放在里面了。嗯，阿姨，您看您想怎么放？阿姨，你是在 PK 呀，你不是在学呀？啊，怎么变成？对啊。阿姨，主出你的风格，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我就有一种感觉是阿姨在让我，你知道吗？没有，她没有让你，她很太真实了，她过于真实。OK， 然后就把这汤弄进去就好。直接倒进去吗？对。来，给我是那个这边。再放进去好吧，妈妈。对，嗯，再放进去。你行吧，你学谭老师吧，啊。对对对。我以为这个汤要我倒进去，直接倒吧，直接倒。倒不了。这样快快到啥时候？不是你倒不了，因为他那边给你倒过来了一会儿。哦。没事，我手快。哇，我都流口水了。那咱把咱的这个也倒进去了。嗯，这个这。阿姨。那这样的哎，这样弄的话，这个粉不会没有不入味吗？因为我们平时我们会把粉倒进去煮煮一下。我就是直接拿汤往上一浇啊，就那种感觉。嗯，行吧，我们就快不完，那我们就让它在里面吧。来，这是我们多多煮的啊，我们先放这边。我们先等阿姨快。其实我也有一个螺蛳粉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嗯，但是我感觉有点不太好说今天这个点。就是因为煮螺蛳粉有点臭嘛，你知道吗？我有个同事，他特别的就是讨厌这个味道。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来我们家，然后我们正好在吃螺蛳粉，然后正好呢我们家有狗，你知道吗？他说啊，什么味道啊？好像狗屎的味道。我们就是很奇怪，我就说什么东西啊？我说你太夸张了吧，这个没那么臭啊，我觉得很香啊。结果我们家狗真的是在桌子上拉了泡屎。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呢，他讲狗屎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在嘲笑我们吃那个螺蛳粉的这个事情。对，我们已经煮好了，现在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吃是吧？是，来，你吃这个好吗？好啊。那个筷子，我们给他换双新的吧。你放这儿吧。好。来。啊，谢谢。新筷子。我自己吃啊。你自己吃啊，没事。阿姨那个我吃阿姨那个。先搞一口炸蛋，因为这个炸蛋现在已经完全吸满了那个汤汁了。嗯，就这个炸蛋是我第一次炸的，自己炸的哈，第一次炸。如果大家如果在家里面不方便炸蛋，你看没有，这个人类快乐那个螺蛳粉，它里面配了一个炸蛋，你整个就是直接给它放进去就好了啊，对吧？这个炸蛋就很方便。如果说你自己在家里面，你看刚刚我跟。那个多多还有阿姨，我们一起炸蛋的那个过程，其实说实话，油要放很多，而且不太方便。嗯，我尝一下阿姨，我尝一下阿姨做的哈。你是这个其实是在复刻那个，那个谭老师的做法哈。我尝一下好不好吃？我第一次吃这个炸蛋版的螺蛳粉。但因为，嗯，时间有限，嗯，所以刚刚那个粉确实煮的时长还不够。如果是。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哇，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炸蛋呢，它是好像会很蓬松，然后呢它会吸，把这些汤全部吸在这个炸蛋里面，特别香，你们一定要尝一尝，真的巨好吃。你刚才接着说，你说什么？因为时间不够，粉有点硬是吗？我都忘了要说什么。对，它这个呢，它是油炸的鸡蛋，到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它的配里面配的这个炸蛋呢放在那个快煮好的粉里面去吸一下这个汤，你可以按照那个刚刚那个谭彦慈老师的那个方式，也可以用我们平时在直播间煮那个方式，反正你怎么做怎么 DIY 都很好吃啊。它这个炸蛋就是那种小白，你都不用去担心就自己炸蛋不好吃怎么办啊，没关系，它这个炸蛋做得非常好，而且你看到没有，它全部都是很蓬松的那种感觉，你可以就是说拿出来的时候直接放汤里面，就完完全全给你把那个汤给你吸附好了，特别特别香。主要你买了就省一锅油嘛，嗯，对不对？好会过日子，你好好吃。我尝一下这个阿姨煮的，阿姨咋不吃啊？哇，汤底很浓厚。阿姨这个粉我感觉都没有透，一个水都没透，我感觉。煮的有点硬是吧？你这个我怎么感觉像？你知道像什么吗？阿姨还没透，我感觉水都没穿过去，像吃干脆面一样。我尝尝哈，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然后还有一个炒的版本，也是我觉得非常绝。我给你把这个拿了。哦，谢谢。好弄吗？把你头发。好。好，谢谢。客气。这个除了阿姨粉有点硬以外，这个味道，这个汤真的巨鲜，好吃。哎呦，他妈的给你的。不要了，不要了，阿姨，够了，够了。其实我觉得我单煮那个汤的原因，就是因为单煮它就是全都是汤味，然后就是粉是粉的味，汤是汤的味。哦，是这个意思哈。它粉也很香是吗？嗯，对。就如果你如果混在一块的话，它就把所有的这个粉味道跟这个就融合在一块了。因为粉一煮，它就会那个米的那个味道就会渗进去。嗯，我不知道我讲的明白没有。嗯，你讲的很明白。就如果说你把这个米粉呢放在那个螺蛳粉的汤里面去煮的话，它会把这个味道透到这个螺蛳粉里面去。如果你单煮这个，像刚刚那个多多教大家煮的那种方式，你先煮出来把这个放旁边，然后再加这个汤倒进来的话，米味道就很有层次，对吧？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去店里面看别人都是这么做的。哦，店里面。对，哦，别人都是抓把粉抓好在盆里，然后㧟一勺汤直接倒上去。哦，对，我就学会了。来，姐妹们，有没有没有拍到的，卖完了，7500单，7600了都。他们让你多吃点，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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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再吃一会儿，都胖了。所以，当演员也挺不容易的哈。对，来，姐妹们，这个有人还想要的吗？这个是人类快乐的炸弹螺蛳粉，你们平时买的话呢，这一包是要卖到18.99元。我们直播间算下来才9.8元，哇，那真的很便宜，便宜了，其实五包加起来便宜了62.75元，很划算哈，很划算，而且我觉得是因为你今天来的原因。还有奖品吗？不是，对，还有礼品，对，我们还有那个，你的那个叫什么？你的那个卡通形象以及这个手机的这个支架，真的很可爱，你们看一看，给你们看一看，给你们欣赏一下，哎，给你们欣赏一下，手机就放上面，对，手机这样放上面。对，多多给你们举着手机，你们追剧。嗯，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手袋，很可爱，这个真的很好看。对，一边是嗦粉 logo， 一边是檀健次。嗯，对，而且今天呢，就是大家都，其实你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是吗？我们一会儿会在现场结10个人，宝贝们，结10个人呢，给大家可以说的吗？那个字，嗯。哎，你知道吃螺蛳粉还有一个好处吗？吃完直接上唇色，直接上唇色，口红不用画了哈。对，就女孩子们安排起来。对，安排起来，直接是樱桃小粉色。来吧，我们把这个给我吧。这个是今天檀健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惊喜啊，不能说那个字，就是反正你们懂的，因为我们结10个人啊，我们的那个我们直播间的那个客服会联系大家，好吧？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就。签个名，签名，好，签名，10个，我们10个人。嗯，什么？亮，啊，亮4到5秒。好，我来给你亮。好，来第一个，来先我先亮亮他们，亮亮。想要吗，宝贝们？想要吗？嗯。想要的打想要哦。来，我们这样吧，我们全屏打那个。打什么？你说吧。打什么？嗯，打什么？我爱檀健次，还是我爱？你这个一碗水端平哦。就，檀健次爱人类快乐这样。行，可以，还是你情商高，还是谭老师有经验。来吧，姐妹们来，檀健次爱人类快乐，来，宝贝们，所有宝贝们来。挑起来，我们结10个幸运观众，我们会那个会客服会那个他是吧，萌萌？对对对，不要设置私密账号哦。不要设置那个私密账号哈，宝贝们，因为你来这会儿哈，这个螺蛳粉卖了10000多单，太厉害了。8400，10000单，还是最后1600单，宝贝们，是这个样子。按需购买，按需购买。对，需要的就去买，需要的去买。对，我也是一直提醒我的粉丝，我说你们理性消费，一定就是自己需要才会去买哈。来，10个朋友，我马上我们给大家那个去截图喽。
这个我再说最后一遍，我们就开始截图了哈。到手是五包炸弹螺蛳粉，再加一个手机袋，再加上这个一个手机支架，手机架就是这个样子的哈。人类谈剑刺爱人类快乐。对对对，来，来，宝贝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截图了，来吧，谈剑刺喊吧，你说三二一，三二一，停。哎，怎么吸屏了？妈呀，真的停了，我真的停了。等一下，等一下，不是 我这样截不对吗？我这样，我按下按这个，哎，我按上什么呀？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马上重新，马上回来。好，按上，按这个，好，来，三二一，停。好，恭喜这几个朋友啊！哎，我是不是要给大家看一眼？完了，我切出去了。完了，这个真的是没有经验啊！来，这几个朋友，恭喜你！这几个朋友，这是一面对吗？一面才五个，还要再接一次。嗯，来说一下。啊，说数一下，一二三四五，五个。五个。哎，一二三四，四个，四个，宝贝们，四个，来再接一次，再接一次。好。来，来全屏刷。好，三二一，停。好，给大家看一眼。哎，这看不到吧？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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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这十个朋友啊！你们看到自己的名字了吗？再给大家看一眼啊！再给大家看一下下。来，这个是第二批的朋友。啊，到时候会有客服联系你哦，谢谢大家。好，恭喜这十个朋友，恭喜！哎呀，谁那么幸运？人家念一下，我们不方便念吧？我们小客服会。对，我们小客服会主动去联系你的，你放心啊，你放心吧啊，这个签名照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私吞。嗯。但是呢，阿姨说不定，说不一定。你阿姨已经举起来。阿姨一直举着。谢谢谢谢，来，我们这样吧。就是因为这个阿姨嘛，现在是我们的那个，她说她是新进娱乐圈的新人，嗯，就她也想当一个唱跳型的这样一个歌手。哦、就今天我们谭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也想谭老师来，就是说你算是她的一个启蒙老师，能不能给她教一下她怎么来，就是说比如说唱歌跳舞啊什么的。好呀，可以啊、嗯，可以吗？好呀，你可以给我们就教就我们先要跳舞还是唱歌？那就跳舞吧。跳舞是吗？行吧，来跳舞，阿姨，哎，我们来学一段舞蹈好不好？谭老师的那个新歌是吗？对，嗯，来，我们先来看一看，其实很简单，就一个动作就好了，一个动作，对，就一个动作，不要太难，我真的我、这个是我的死穴，你知道吗？我觉得以后你们在卖在直播都可以边做这个动作边卖，真的吗？对，怎么这么简单？阿姨过来呀、啊，过来，对，这手放到上面，嗯。然后手在前面、啊、哇阿姨好严谨都行，右手在后，左手在前，对，这样，然后你只是搞反了，对，然后呢，对，不是这样，对，是这样，然后一二三，一二，哎，怎么搞的，就是脚是这样，脚看不见、啊、是这样是吧，对，这样，然后对，然后手是这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然后加上头啊，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OK， 就这么简单。阿姨学会了吗？嗯，差不多。差不多，阿姨，我们要示范一下吗？我示范一下嘛，来，预备，走，一。放下来，手放下来，一，然后摇摇头，二三四，再放一次，一，一，二，三，四，怎么那么好笑？太搞笑了！阿姨再来一次吧。你跳的是好看的，我们两个一跳像那种，像被点了穴一样。那你们刚学完，你们来一次吗？我们两个来一次哈。来，阿姨准备好，来准备，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二七
把你跳的是什么？你跳的是舞，我们两个是在做康复。你要不要试一下？你帮忙来一段嘛？就是你这个舞里面就是这样啊。嗯，这舞里面就这样。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试一下嘛。我想看一下。我那么近距离的接触谭健次，想看他跳这个舞。来吧，音游，音游怎么没有了？音游，你喊人家干跳吗？哎，没事，慢慢来，没关系。这么酷啊！哇，这专业的就是专业的，真专业，专业哈，阿姨哈，厉害厉害！第一次在罗思准面前跳舞，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吗？这得吃成什么多快乐才能跳舞？所以说它叫人类快乐炸弹螺蛳粉。OK， 宝贝们啊，我们来继续哈，我们再完成一下我们的 KPI 来。宝贝们，这个是人类快乐炸弹螺蛳粉哈，你们平时买的话呢是19.8一包，啊18.99一包。今天在我直播间呢9.8一包，不仅仅是便宜这么一回事啊，我们今天还送那个多多的这个手机支架以及我们的这个到手多到手 OK， 来多到手一个这个手提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去抢啊，赶紧抢，没有了吗？还能再拿两包来吗？对，我们到手是5包啊，赶紧去，我们现在已经9000单了，我们离10000单还就只有最后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800单没了啊，没有了。嗯，哎，你平时拍照那么好看，你能不能教阿姨几个动作？好啊，就是我们就五连拍，拿这个拍，拿这个拍，对，好不好？阿姨来跟着我们的谭老师学一学。阿姨想要正常一点还是不正常一点？阿姨说讲不正常的才不会的，正常的吧。不正常不正常都来点行不行？好正常不正常都来一点。第一个你说会的。对，第二个下巴，阿姨下巴给的往前。这个样子。你们有点像那个偷偷的那个在干啥。第四个这个酷。可以好，最后一个来个这样的。来，这可爱的阿姨，来个可爱的。耶，都这样的。可以，谢谢我们的多多，谢谢。谢谢，可爱吧？哇，是不是啊？阿姨学到了哈。学到了。来，就是。我谢谢谭老师，太真的谢谢。谢谢，我也真的谢谢了。我们直播，你是不是我们直播间是最客气的一个直播间？对，太客气了，太客气，动不动就，哇，这个。你每天我跟阿姨，你知道吗？我们两个直播哈，做的最多是谢谢大家。阿姨一谢，我又忍不住，我也要跟着她谢。我们两个天天在拜，你知道吗？天天在直播间拜大家。谢谢大家，这个东西大家赶紧去拍哦。人类快乐螺蛳粉非常好吃啊！今天我们的那个多多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我们还要再说一遍啊，这个手机支架和我们的这个手提袋呢，只有他在的时候才会有哦。就如果他不在的话，今天如果是我跟阿姨卖的话，是没有这两个东西的哈。然后呢，后面大家拍到的呢，都是要等到15天。哎，是什么？啊，前5000单是 OK 的，后5000单是只有要等15天哦，宝贝们啊，要等到15天。大家可以再看一遍啊，这个是他的一个炸弹，咱们就是足不出户，在家什么都不用做啊，再懒就是。在那个做饭的小白都可以，就是说打开直接泡个汤就可以吃到一个非常鲜非常好吃的那个人类快乐炸弹螺蛳粉了啊。然后呢，快干嘛？我觉得什么差不多了吧。那个啊，今天时间那个也差不多了，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说对了哈。你有什么想跟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你的粉丝他们说的呢？那今天我觉得很高兴能够作为人类快乐
品牌的代言人来到这里。最近呢正好是人类快乐螺蛳粉的一周年，我和人类快乐共创的新片子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马上就要出来了。作为代言人呢，也要祝人类快乐越来越好，希望大家能够快乐的嗦粉，快乐的爱自己，做自己。好，我们也期待呢谭健次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啊，祝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阿姨，你有什么想跟啊？唱新歌可以吗？啊，可以啊。等一下嘛啊，行，那你先，等让谭老师先唱嘛，好不好？好呀，好呀。来吧，谭老师。哎呦天哪，我真的是，我们今天哦，这个都有。你看，你以为这卡拉 OK 这个设备可齐全了？等一下，耳麦呢？反送来，耳返。喂，怎么也听不到？
满意，祝分。好，谢谢阿姨。谢谢戴老师。谢谢。你们太客气了，谢谢啊，好的。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最后的机会了。最后的机会，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身体，然后每天开心，然后继续支持谭健次，继续支持人类快乐螺蛳粉，我们下次见。好，谢谢谭老师，谢谢多多，我们下回再见啊。好，谢谢，拜拜，慢走，拜拜，谢谢你，谢谢。